本案经查系林姓男子与林姓前女友及现任王姓男友相约商讨先前林女向林男借款归还事宜。商讨期间，王男除扬言对林男及家属不利，更于车内驾驶座持震爆枪向车外林男射击，致林男胸口挫伤。犯案后，王男与林女驾驶自小客车逃逸，令现场林男自行返家后报案，并由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治疗。本分局获报后，立即联合各单位警力积极查缉，并于两小时内迅速将王男查缉到案。王男自知无法规避警方查缉，便带同警方取出作案用震爆枪一把，供警方查扣。全案警讯后，依刑法伤害恐吓罪嫌，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